祥如意。今天呢是这个四柱密钥的第三课。那么很多人都一直在问那些相冲课啊，这些会不会再教？会啊，当然会再教，但是一定要有时间啊。有时间的话就教。我们其实有一个500课啊，那个要有时间，还要有寿命啊，才能够把它传给大家啊。OK， 好，那么第一课、第二课没有来的朋友呢，就要注意看那个 YouTube 吧，然后要做记录啊，第一课和第二课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讲到了昆明的最后一课哈，昆明的最后一课，上一次已经讲了五鬼祸害。好，那么你们今天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软件啊，但是大家要记住，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，等一下另外一个软件呢也大致上是一样啊，就是放那个位置不一样而已，好吧。今天这一课如果有时间讲到天一的话是很精彩的啊，那也就能够断定说你们到底有没有病啊，健康到底怎么样啊，如果我们可以讲到天一啦那个部分。那么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？今天是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来啊，有可能就有一点模糊啦啊，因为第一课、第二课也要听，回去听 YouTube 啊。那么 Facebook 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，要去看我们的，我不知道 Facebook 有没有播，有是吗？啊，有，因为Facebook 有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啊，没有声音的，所以我们的 prepare 就是 YouTube 再一个，如果这边没声音，这边这样子，好，好，今天我们讲四柱密钥的昆命，讲它昆命啊，昆命五鬼是在东南方啊，大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啊，左边 left 左。就可以看到了昆明。那么大家要知道东南是属木的啊，东南方是属木的，八字四柱木多，表示容易招祸啊，表示容易遭到祸事，所以啊，昆明的朋友啊，如果你的八字是坤命，然后木又特别的多，或者你在走木运，木运大家一定要学会看我们现在在走什么运，30年一个大运，这个是超大的运啊，超级大的运，30年一次，那么切三段呢就是10年一次，那个叫大运，所以走大运不是走好运啊，不要听成走大运就是走好运。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就能告诉你你现在在走什么运啊，你们青色的地方就是你现在的10年。那么这个呢啊，寅卯辰啊，辰卯寅，寅卯辰，这三个就代表你在走木运啊，木运。那么如果是亥子丑呢，那你就是在走这个水运啊，它一定是三个的，一定是三个，三个连着一起的。那么大家又怎么知道这个是水啊，这个是木啊，又怎么能够知道呢？你们可以翻开这本《正觉万年历》啊，只要翻开第10页啊，第4段，
黑色字第四段，第一段就是地支阴阳，第二段就是地支五行，第三段地支六合，第四段是地支三合，啊，第四段底下第五段，第五段才对啊，地支三会，地支三会就能够知道说哦，我现在在走这三个字，只要看到这三个字，就代表你现在走的是金运、水运、木运三十年，三十年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啊，这个人也不是很老，他现在在走的运就是刚好就是木运，那么又是属于什么呢？坤命。所以知道坤命，就看这边，这边写坤就是你是坤命，这边写艮就是你是艮命，就看这里。那么一旦知道是坤命之后呢，啊，我们就懂得我们的这个五鬼呀，啊，五鬼是在东南了，很简单了。啊，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啊，好，今天讲直接讲这个六煞了哈。坤命六煞在南方了，六煞在南方，啊，那么六煞在南方，南方五行是属火的，四柱这个八字，八字记住，这个叫八字。八个字，二四六八，八个字，八字四根柱，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，这个叫四根，叫四柱。四柱八字就是在讲这里了，在讲这里了啊。那么八字四柱，男性火多，表示容易走入偏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六煞啊，六煞都是在南方的。那么这个人的火多不多呢？我们特别找了一个这个很特别的啊，八个都是火，所以就是偏门的老大，不做偏门都可惜了啊。偏门有很多种，有一种是判死刑的偏门当然不可以做，有一种是开 disco 的啊，中国叫蹦迪啊，有一些是开 nightclub 夜总会的，有些是在牙龙的啊，老板啊，那种赌场啊，开赌场的，这个应该就是澳门赌王啊，啊，这是赌场。那么女性火多的话呢，容易嫁入穷门。所以如果是坤命的朋友，你看到你的老婆她的八字是坤命，又是很多钱，你又很多钱啊，你非常多钱，你娶了一个老婆，那么她是坤命，那么她的八字呢，你看到了坤命啊，那么火又很多，那你迟早你的家业都会败光的。这种的话，这种女孩子一进去你家，你就 bankrupt 了，因为这个是太可怕的多了。我们是故意找出这样子的八字给大家看，真的有这样的八字，所以就是啊，男性的八字啊，记住四柱八字，男性火多，表示容易走入偏门；女性火多，容易嫁入穷门。啊，大家要记住啊，古书是这么写的哈。好，那么男命先天六煞为阳水。啊，男命六煞就是男命的先天六煞，男命的先天六煞是阳水，记住是阳水，他这是他先天的啊。坤命六煞在南方，对不对？坤命是在南方，男命的六煞先天位是在阳水。南方五行属火，啊，南方五行属火，八字逢木通根啊，这个要讲一下，啊，八字通根，就是说坤命乾兆，乾兆，乾兆是代表男孩子，我们叫乾兆，坤兆，造句的兆，坤兆就是女孩子，杂波，女孩子。啊，那么八字逢木通根，什么叫通根呢？通根，当
这个啊是水，这个是火，啊，一个水，一个火。那么一旦遇到了这个木，就是水生木，木生火，这个就叫通根的五行。那个中间那个五行叫通根，能够通到根气的。比如我是属水，我老婆属火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那么通常师父就会叫你们最基本的就是睡木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属水，我属火，我属水，他属火都不用紧，水和火是相冲的，中间放一根木，就是水生木，木生火，就通了，大家就顺气了，就通了。所以睡木床，不要睡铁床，这样子的意思。睡铁床的话，金会生水，水就会更加的灭视这个火，火就会短命，火就会运气就不好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八字逢木通根，一生好运无门呐、啊，无门就是不好运呐、啊，啊，无门就不好运了、啊，运气就不好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南方是火是六煞，南命呢水是先天六煞，水和火都已经是很不好了，你还把它凑在一起，放木在中间把它凑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就是六煞局，这个八字就是一个六煞局，六煞局就是不好的八字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命的啊，研究八字的，一看这个八字，哎呀，六煞局，他就问什么叫六煞局，那就不是一言两语就可以跟顾客讲的，就说你是六煞就对了啊。但是真正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啊，如果说大运流年啊，大运流年是逢木的啊，就我们第一点就是说，第一个命主阴木啊，命主如果是阴木的命主，记住命主是看这边的，你们的坤命命主是不是阴木啊？命主阴木，倘若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所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从这个六煞格局里面来的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但是命主阴木哦，是阴木的这个坤命。啊，大难不死就有后福，因为它是六煞嘛。为什么呢？坤命乙木，命主是阴木，木就已经是通根了。它本身是木，就已经是通根了。它必须要过一个难，过一个难，然后它不死，它将来就大富大贵。所以不是每个人大难不死就会大富大贵的，不是每个。啊，不要以为说大难不死就一定大富大贵。这样的命格才能够符合这个大富大贵的说法。那么大运流年逢木的时候，建议平平稳稳的啊，低调做事情，那就能够过运。如果坤命的人遇到了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啊，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水和木啊，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那么木运走木运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平平稳稳，只要低调做事就好了，低调做人就好了。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。啊，好，那么坤命啊，八字女孩子，女命先天六煞为阴木，坤命六煞在南方，记住，坤命的一定是在南方的，一直在重复了啊。那么女命的先天呢是阴木啊，女命的先天六煞是阴木，南方又是属火的。那么女命的先天六煞又是属木的，女命，这个女命就告诉大家，所有女命六煞都是属于阴木，所有人不是坤命，所有人，所有女孩子，你们要记住，你们的先天